你啊，眼光袂歹，嘴花阁真好，看起来阁真大才，应该听小阿芳啦吼。嗯，伊无你想要遮乖啦。啊，当乖甲听话，迄都无共款嘛。咱阿芳即马要嫁人啊，翁婿人品上重要啦。啊，总袂讲哦，伊无听你的话，你就认为无好啊。跟囝婿甲金元公，迄是两回事呢。即马想哈，所有状况你拢遮清楚，是阿芳甲你斗的哦。无啦，那是要斗啥？啊，咱斗代志拢你咧做主的啊。啊，我就是哦，加减啊出一寡意见来帮参考啦。啊，你若听袂落就莫听，对不？啊，是讲咱做时段哦，莫顾虑遮咱时势的幸福啊。你讲对不？唔对。我知影吼，你找讲唔对，按过你的心肝内，就上认同我的想法啦。这样啊，我上了解。是嘛？哎，阿少强吼，无要听阮某的话，不要紧啦。伊若紧听阿芳，听你阿个老夫人的话吼，较重要。唔管哪讲，将来是阮阿芳要嫁给你爷爸。你讲我讲了道理无？多谢亲家你的体谅，我相信今日讨论婚事一定真圆满的。一定真圆满啦！啊，这就跟开会同款嘛，开一遍无结果，咱就开第二遍；啊，如果无结果，咱就继续甲开咯，开到有结果为止。怎么样？你讲对无？既然你会当撮撮，拿这婚书同我你去讲就好啊。开始。哎呀，啊，你若走了不圆满啊嘛？为了要让你坐会调，我得叫家人甲方医师请过来。那伊相信吼，是我利用学历去伤害叶卡，嘛已经表明啊，伊要甲票调回你的志诚，你是找伊来要创啊？培养感情啊，而且感情若培养会开，伊嘛不一定讲会支持叶志诚，反正我才好支持你啊，对不？爸，你卖机票开开，到时阵跳票，阿姨是要帮你刷的。人我该找来啊，阿你老是分享给人嘛。坐落来哦，看免人邮票，我先甲分数讲讲的。你踮咧二世太，那若算讲要投票，你嘛来不了投。好啦，来来，阿伯阿姆，我想甲恁保证，我一定好好对待曹凤。我嘛希望恁能同意，让曹凤嫁我。我看得出来哦，你的态度真诚恳。假使阿凤若同意吼。我冇什么意见，准备啊，你看嘞。可是，那是会当支持我一个大业饭店这个位置，安尼我会当替你甲阿芳的婚礼办个真正呀。是安怎讲话？要一直 repeat。阮查某囝的婚事，拢袂到你插嘴。少强的婚事，我嘛有资格插嘴。嘉玲啊，卖安尼哦，你创治恁阿姨啊，听清楚。我就是看袂过阿姨安尼啊。早甲每一个囡仔的婚事哦，伊拢家当作是生理啊，连我嘛想袂过。好啦，那为着要做一个饭店的董事长有干呢？我看，规日卖做啦。你要做主，你做主啊！以后拢你花。嗯。为什么话咱开会的时阵再搁讲啦？那搁出些菜，豆豆仔食。对对对，但是哦，今食饱就来食点心。看样都安尼，一人一句来一句去。来，你吃哈。哎，请进，请进，大家早上好。哟。
你好，你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哎，你说那个、你们好，我叫柳冰冰，是郑畅的爱人。你们也是郑畅的好朋友吗？我倒不欢迎你出去啦。哎呦，叶香姐，咱对待人客哦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冰冰姐，请坐。谢谢。哇，还有丹哦。这个等路的意思你知道啊？我知影，就是见面礼。哦，夭寿，啊你台语真好。我常常甲台商做生意啊，所以我台语讲了真好，台北出口音吼。你常甲台商计较？我知影，你昨天常拍成200块的吼。哈哈哈！你是台商。他的意思是说，那个哦，打枪给200啦。有许有一挂查囡仔哦，生了足歹的，叫来看了无教伊，了白歹叫伊回去吃家己的车马费啦。啊，听不懂哦，以后就懂啦。大姐、阿姨，这是我一点仔心意，多谢恁这样照顾我。哦，你这个查某囡仔还袂见笑哈，阮都甲你告啊，你搁讲阮照顾你啊？当然要感谢恁啦。多谢恁来抓奸，啊！甲代志要甲这么大条，互晋昌遐尼无面子。上好吼，恁搁甲晋昌赶出门，安尼晋昌就敢若会当来找我。所以恁讲，我是不是应该感谢恁呢？啊！你搁真敢讲呢？啊！什么唔做去做二奶？一点嘛都唔知影念屁呢？你敢讲我唔敢听呢？阿姨，你是咧气啥？你较早嘛是双脚踏双船啊！你一方面跟双红军偷来暗去，一方面搁爬去到理事长的眠床。哎，迄当时两个人拢唔好的人呢，所以讲到做恩来这件代志，我搁输你真济，我应该向你请教才对啊。对啦，就讲恩来和双红军的代志，就知影，看来遐是功夫做好才来的。哎，这都搁讲，正常甲讲的啦。你这个白介绍的查某，你无资格讲阮妈，伊甲你无共款。那有无共款啊？彼当阵小总裁夫人，伊腹肚内底嘛是有宝宝啊，啊伊嘛是当有新的人面头前煮早顿给别人的翁吃，泡茶给别人的翁啉，啊搁讲要去新天鹅堡替他结婚，这么浪漫的代志我搁做袂到呢。所以阿姨应该算是二奶姐的大先輩，我应该叫你一声学姐。叶香姐，来你先坐，你先坐，恁两个咱拼袂过伊啦，你教我就好，好不好？小平啊，听这话，坐遐较冷静的。这人家哦，让阿婆来安内着哈。老公，莫怪你会说哦，这个查某哦，打枪给200啦。打一班呢，我看了嘛是要甲打枪，还过200，想较济啦，唔过哦，凊彩啦，凊彩啦，200可以啦，紧走啦。呵呵呵，庆祥吹到高，我唔知赔咯。拜托的，大陆酒店小姐徛了过来百岁呢，安奈竟然这般品质遐歹啦？假讲伊是二奶，拍死我唔相信，佮看出来台湾咧下死下情。哎，这句他听不懂。谢世谢政呐，听无？丢人现眼。哈哈哈！兄弟啊，放心啦，林金忠无可能介只破的，对伊目睭痴迷个。两位大叔大婶，你们是打哪来的？为什么这么关心高家的事？哦，公问我们打哪来的？我打台湾来，你知道吗？台湾有那个三宝哦，机车、机师、299，给他吃到饱。哎哎，你哪里来？这瓜菜啦，人东北冇三宝嘞，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。港位小姐，您东北来的对不对？不是，但你们说的三宝，我们那边现在都有了。是哦，哎，人家什么嘛都有呢。我跟你讲哦，那个顺口溜，那个油我也会啊。啊，连贵哥你平胖姐啦，这个一等美女哦，这是漂洋过海；二等美女就是深圳、上海；三等的美女就懂得下海。哎，老公，那是一种倒贴啊，讲乖的那种的哦，那是几等啊？嘿哦，合作，
你等等，等啊死嘛无人爱。你两个是啥啊？凭啥安尼讲话？你无听过恋爱自由吗？感情是不能被评论的。我甲晋昌是真爱，这个某抓袂住翁的心，应该家己反省才对啊。是哦，对啦，玉萍若无抓住伊那个心，伊是在反省啦。但是你有抓住吗？你确定吗？啊？你用困免钱的人困煞就煞，你真正敢当作真爱哦？你唔知你摇摆什么弯哥的这个啊？我很确定，我甲晋昌是真爱。伊亲嘴甲我讲，伊是爱我的。哦，你真正唔知查甫人到底咧想啥？查甫人想的实在多。莫甲讲啥物山明海色，因为你青春的肉体，咱两个只有暧昧关系，更加莫讲就是恁落山明海色，亲亲亲。啊，娘的，小姐，山明海色。你好坏哟你！啊，你即摆一时一讲真相，你手指目睭高到喇叭才去看到因。看那个喇叭。迄喇叭，我讲概念，我话跳跳，赶紧坐飞机飞来台湾。好，笑完了吗？欸、哇，阮哪里人家卡变得扯上啊你？啊啦，夹住我，来我哪里人家哈？真正我跟你讲，你管大下无够管啦，一条囝在走到面头前咧跳来跳去，你啥啦？一条囝在学人咧吼，啥物啥？恨天高哟！你踩高跷哦！你什么动作？你像邯郸爷哦！元宵节用炸物甲炸，才叫我来崩。啊啦，爱食草莓。啊，阮台湾人哦，上热情啦。啊，想要吃冰箱拿出来的。老公，安怎？Yeah. 好吃！你小人羞了没啊？你做那个小三，你做了没啊？来，你做坏去看卖下啊！我跟你讲，你早一下来呛声，你即马后日拄到半个好人啦，要不你又派我一起砸阮两个哦！在台湾之光，你当作台湾的查某好欺负？我跟你讲，你明仔载就同我等，你怎样情况摆？看，水来，嗯。你这叫做啥？人家叫那个青蛙撞奶，我这个叫做草莓撞二奶。原来哦，晋兄是爱这味的。冰冰小姐啊，金汤够用啦，那太无价个，改行来卖阮哦台湾的草莓，不知叹息。你哪敢会记哦？我真的袂放你耍。哟，我等你不是用客家大的啦，你真正赚三百，你吃过来啦。再兴离婚，啊！真多谢恁哦，替阮把迄个查某赶走，搁予伊一顿教示。啊、哦！我跟你讲，来十个八个拢毋是问题啦。查某人唔啥物唔知咧做人小三。今日含怪凶子也慢慢惨袂。啊！歹势歹势，煞可能连恁妈妈拢骂着咧。哎，无我跟你讲，我不是故意，我住在这哦，拢是针对这个刘冰冰给他设计的啦，跟你一点啊关系拢无，你唔知放在心上呢吼。哎、欸，你忘当跟你妈讲呢？哎呦，你拢结了啊？王姐啊，没有啦，还够无？最爱吃这个。